Bring the bass。了不起，假的好心情。欢迎收看推理综艺节目，真的了不起。好，今天观众朋友一定很期待凯乐要带来什么样一些新鲜的人事物来到我们的现场。没错，今天一样大开眼界啊！而且今天让你大开眼界的东西多了，是的，还有价值高达几千万的东西，待会儿让你看一看。好的，来，那今天现场哪一些艺人朋友来到我们现场呢？来，为介绍他们，欢迎第一组王以路、高山峰。来，大家好。来，彩如。欢迎第二组桑雷迪。来，下一组，欢迎杨妹酱，还有于浩。好，来最后这一组，怎么了？就他，是的，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这就是人生。想要知道真假，请问威廉神。做了一个动作，做了一个动作，来举手。对，那谁能够在一开始就拔得头筹呢？来，进行我们的抢分前哨战。接下来就是高山峰还有雨露，是，那规则很清楚嘛？你只能两个字的提示完，你就要三个字的回答。我清楚规则，但我的逻辑不好。对对对，我知道，我只是要先告诉你们游戏规则，因为我接下来跟凯乐就要去吃饭。吃什么？你们两位就继续玩那么久吧？不会吗？不会了，等到你们玩完出来以后再告诉我们就可以了。这个我不好，好吧？两个字，三个字，一问一答，要压缩时间。是，好，准备，计时开始。两个字提示，衣服，衣服，这个 OK 了。服装店，服装店，记得我第一个提示，便宜，衣服便宜，衣服，衣服便宜，哪里的衣服便宜？五分埔。对了，对了，可以了，赢了，还有两题，还有两题，还有两题，对对对，太阳，太阳，太阳，三个字随便想，想到，是，会想到，冷气机，防晒，太阳防晒。防晒、紫外线。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pass， 这个他不会啦。这个我觉得有可能。太阳，太阳。真的假的啦？你要挑战？快乐，快乐，太难了。忧郁症。国家，快乐国家。奥地利。奥地利。佛教，佛教。佛教，佛教，佛教，快乐国家。OK， 两分零五秒，来，谢谢两位，谢谢。欢迎下一组桑雷迪。来，我知道这应该不会是今天的冠军，要不然我们就麻烦了。真的。来，桑雷迪出专辑。对。好 ，OK， 来专辑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大家好，我们是桑雷迪，我们发行了我们的首张同名 EP， 对，桑雷迪，然后这一张送给小五哥。OK， 谢谢。谢谢，谢谢。8月2号，我们会在西门町举办我们的签唱会，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参加。哦，谢谢，在西门红楼。对，好，来，请加油，设定位置，尽量快，反正你想不出来就随便讲三个字，他才能继续往下提示，好不好？而且我们要快点才能打歌。对对对对，好不好？省的时间越多，后面累积时间就越好。好，准备，来，计时开始。下巴，下巴。下巴扣到不是三个字，多毛下巴多毛，下巴多毛叫做是络腮胡。冰冻，来快快快，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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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字，什么红了？随便猜，随便三个字，高跟鞋。好，高跟鞋，难搞难搞，红了难难搞，表示是什么？冰冻，很好很好，快快快，拜拜拜拜，三个字，寺庙不对，两个字而已，没关系。大寺庙，好嘞。大寺庙，地址。啊，不行，地址出来了，土地公。土地公，来再来。继续。发片，发片，发片。一批专辑，不是。报仪式，仪式。发片，发片，记者会。地址。赶快告诉大家他们的时间。谢谢，来，要不讲？于浩，拜托让他们看一看实力，一分钟以内，加油！热身，这跟热身有什么关系？现在是要也不是运动，防身不需要。预备，计时开始。两个字提示，红色，
红色高跟鞋。路边。红色路边。两根龙。消防队。消防。真的两个字哦。消防。三个字答案。红色路。灭火器。灭火。神灯。阿丁。灭火。来快。两题喽，两题喽。学生。背书包。课后。白金牌。学生课后白金牌。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方。学生课后地方。地方。课后地方，漫画店，下一个，下一个，补习班，来，哦哦，壮哦，壮阳壮阳，若刚，这个，哎，他很厉害耶，这个，这个轻功很厉害，坐在这个地方不是白坐的，没有参赛的人都特别轻松。好，这一组是1分49秒，我们要恭喜第二组三 lady 来获得这个阶段的2分。好，那接下来要看的更大的挑战，当然就在后面的大说谎家来。好，这出生之毒，来，我们要恭喜第二组三 lady， 好，获得了第一个阶段的2分。有没有？有没有？出道多久了？原来我们那是偶像团，我们打惨的就是偶像团。没有，偶像团里面很厉害。对啊，又有美貌又有智慧。我回去了。来，今天凯乐带来的第一个嫌疑是谁？什么事？来，欢迎今天的一号来宾，他的事迹是100公斤狂瘦到40公斤的可爱静妹。好，各位看到飞狗在这个地方，那旁边这个有一个人形立牌。OK， 那当然，其实现在看到他，你去想象这个样子，100公斤的样子，是不是他？问题就在这。那飞狗100公斤的那个时候，包括人员啦，或跟朋友之间往来，应该有很大一些问题。还蛮多问题的。会被人家排挤吗？会啊。有被怎么排挤？被欺负怎么样排挤？可能说他们聚会啊、吃饭啊，就出去，或是去比较唱歌之类的，不会约你啊。因为跟你去吃饭，永远吃不饱啊。你的食量很大。应该是我吃不饱吧。你有没有曾经有过去跟人家告白，然后结果被碰钉子？一定有啊。是什么情况？他怎么说？比如我跟你讲，其实我对你……你不要跟我讲，你跟妈骗讲。没有，你想说，其实 Bego 以前暗恋的对象就站在他旁边，是杜。你说杜？对对对，你跟那个告白的对象怎么说？我说其实我对你有一点好感，嗯，他会跟你讲说，可是我觉得油腻腻的东西好像有点滑。啊，直接讲吗？直接讲啊。那他有对你说过我又不是卖猪肉的吗？有啊，真的讲这么狠的话，他对我趁机不要值钱。那对你来说，现在大家看到的是这样的身材嘛，对不对？对。你感受人胖人跟瘦人情之间人情冷暖怎么样？嗯，人情冷暖，邀约变多了。哦，真的吗？找工作也有差吗？有差。是面试的时候还是？面试的时候有差。面试工作机会变多。变多。请问一下，那个前面嫌你油腻，然后说他不是卖猪肉的那一位，你后来变瘦以后，还有跟他联络吗？有，他看到了就很惊艳啊！你是谁？就讲名字，他说：“哎，真的吗？你发生什么事？你怎么会变这样？”他没有来继续追你。有。结果。结果，他跟你说可不可以跟我看电影？我说可是我不怎么想看，换我拒绝。你跟他说我不喜欢吃排骨面，我不喜欢吃排骨酥。OK， 会有这么现实的感觉哦？会，哦 ，OK， 有点想要问他，你可以解讲大概讲一下你是就是怎么瘦，慢慢瘦下那个过程，对对，或是方式，减速你瘦下来的过程。嗯，我靠运动跟饮食搭配。瘦下来多久瘦100公斤瘦到40？大概多久？一年100瘦到40，运动一年瘦60公斤，饮食搭配运动。OK， 我想问，就是你狂瘦下来，罩杯有没有升级或缩水？多少？这个是跟我们要听的答案。跟你私人节有关。表明到底待证事实是什么？没有，因为有一些女生呢，她这个减肥，她会连那个胸部都缩小了。OK， 对，但是我觉得 Bego 她现在的胸部她还挺有料的。嗯，所以想问这位律师，我刚刚的发言哪里有问题？你要是没话找话讲。他只是想要由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引证说你到底是不是曾经，因为你要有这样的感觉，他才知道你是不是曾经有胖过到瘦过。真人真事有吗？我觉得还好。没有什么大改变，没什么太大。他觉得没什么大改变，好不好？来，玉玲，就那个
减肥的过程哦，一年之内只靠运动跟饮食，完全胡扯。因为他等减掉快60公斤了。对啊，怎么可能？60公斤的一个月要瘦5公斤，对，都完全不可能。我不是没有减肥的朋友，对，白云靠切胃。对，然后呢？后遗症是什么呢？整张脸疗体，他的脸一点不但没有疗，还紧致的不得了。哦，所以你要跟人家说他减了60公斤，鬼才相信。谁明最后觉得鬼才相信他？怎么可能会是减了60公斤？仔细判断，他到底是真的当事人还是假的冒牌货？要压几分？来，请选择。来，凯乐，他们三组确定分数了。好的，第一组压的是真的3分，第二组压的是假的2分，第三组也是压假的，但是3分。因为你判断真的原因是说他有法令纹。对，而且我觉得，因为他可能是因为年轻，所以还有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所以瘦下来不会像白云哥聊了。聊聊。60公斤那个皮哈，那个一定是整张跟沙皮狗一样啊！我觉得。我想讲，我觉得他是因为那言辞闪烁，眼神飘忽。眼神飘忽的感觉。瘦60公斤应该是会。就是脚那边应该是会有一些橘皮组织的感觉，或是肥胖纹，OK， 看那么仔细就对。好，肥狗到底是真的减了60公斤，还是制作单位找来的人呢？只有我们正确的答案是。究竟这位减肥减了60公斤的正妹是真还是假？而沈玉琳跟艺人们的论点，谁才是对的嘞？广告回来就知道。男艺人对女性用品的无知提问，一个比一个还无厘头。贴身触感我决定，卫生棉测试员杜先生。那你只有测试卫生棉，那卫生棉条没有在测试。不需要吧？什么样的气息最适合使用在卫生棉上？不能做重口味一点吧，就是用力盖过去，比如说臭豆腐口味。